好巧啊，林小姐，这么巧啊，林小姐。我忘记跟你说了。不是，我跟你说一声，我们家热水器修好了。哦，您哥哥去我们家了，我爸爸应该跟大伯回老家了。2000 years later，林小姐，林小姐，好巧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元武。我知道你是元武啊。我为什么在这儿？我在这儿吃饭。你在这儿吃饭？哦，我在这儿附近吃饭，然后修车，陪朋友。你是来陪女朋友的吧？哦，对了，林小姐，有件事我必须得顺便跟您说一下，你们家的热水器修好了。因为我爸着急用。可是我哥今天下午刚去过你家呀，叔叔不在家。他跟大伯回老家了。哦，叔叔住三楼还是不太方便是吧？啊，您先忙。